맞다. 来，来，大家来看，大家来看，来来来，大家，大家来看。大伯屋里向一家门不拉开，老爷大家大家来，愁得不得了。老太婆，侬来看，侬来捧捧火噻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保守了，等来了，看见吧？你女婿啊，那里上头写了嘞，科技人员刘一鸣，有闯难关，成功的研究出一粒药物，社会领导集体了个啥？真的啊。刚刚为嘉奖了。哎呦，那到底老师进来些？搿条消息嘛，日报浪向老早登过了。小芳啊，不是我讲，那大阿姐嫁了搿种个男人啊，几乎有苗头。阿爸，可勿可我好讲哦？勿要兜着圈子把我自家绕。迭个哪里叫自家绕？哪能勿是啦？哎呦，侬当了我面讲阿姐嫁了老好男人，勿是瞅瞅我啊？迭个勿是瞅侬，迭个是硬碰硬啊！哎，上一趟㑚姐夫奖金拿了150,000，150,000嘞，买个房子啊，没搿150,000，阿拉会得住得介好房子勿啦？我也没讲姐夫不好了，像姐夫总讲有出息的男人，婚姻介绍所里向吃苦，存在市场浪向断档，连期货也做不成嘛，你叫我到啥地方去寻了？我只好蹲了屋里向补补养养老了。哼，老太太，还到房间里去歇歇嘞。那暴露有多少爆发啊？要洗地板了，刮不到，才是一只只洞洞的呀！哎呦，又啥小芳不开心了是吧？我啥意思啊？你不开心？嫁么不肯嫁出去的，火气不来得个大，我讲我哪能办法？好嘞，不要想嘞，小姑娘苦恼，30几岁到现在没个男朋友。侬看大女婿呢？侬还要看看大女婿呢？搿趟创造发明了，越来越隆重了，外加侬看叫哎，伊评为全国科技精英。名气是越来越响了，已经是吧？让我来看看。你看那个的，那，哎呀！哎呦，有一位公司啊，啥个要买一个专利权？专利权？哎呦，钞票300,000啦！300,000？300,000，这要考到啥人的家？数也来不及数了。哎，对个，我说打个电话拨万芳。啥的？叫伊要提高警惕，安全第一，顶顶要紧，钞票不好露眼。来来，这个现在比阿拉聪明，我不要去玩。哎呀，提醒提醒，搿有啥提醒呢？打一次不依了，侬打勿啦？哦，打打我打，打打打，烦死了。哎，喂，王英，王英，我晓得啥，重打。哎，王英啊，再打。打通为止。王爷啊！先给我打。啥人啊？啥人？来着来着来着。谁啥人？喂。哎，嘘。咦，来。周侬，私闯民宅，侬还犯法啊？你晓得我手边拿啥物事？我拿电话啊，马上打110报警啊！关照侬。奶奶，不认得了。啥子啦？不认了，不得了！刚刚我女婿好嘞，女婿领嘞，女婿来了嘛，要打110了，对吧？奶奶。爹爹。我当啥人了？老太婆像吗？像五十一号的兵的小老大像吗？那是侬啊！那是侬呀！哎呀，侬搿能个打扮，我也把侬吓死脱嘞！妈，不要把人家晓得我到搿搭来了。做啥啦？哦，我晓得了，阿是侬领了只奖金，人家辣同侬玩闹劲啊！哦，勿是勿是，要么阿拉大人又欺瞒侬啊？哦，搿勿是个。哦，我晓得了，嘿嘿。姐夫，是有人追着侬。是啥？我哪能想出来？哥侬讲呀，搿阿拉屋里向人胆子还小了一些，人吓人吓出毛病来呀。哦，包括侬在内啊。哎，今朝正好带小日脚呢。侬讲呀。啥的？妈，我叫实在不想讲了。
啥个事体啊？喏，自从个日报上登了我消息以后，我办公室再过像条龙灯能噶来只交交关关人啊！伊拉来噶许多人做啥啦？喏，有个记者嘛，让我谈体会、写文章；有个地方嘛，请我去做报告；有个公司嘛，喊我为那个产品去做广告；还有个呢，公司开张喊我去开张剪彩。等侬讲也不相信啦。有一个固体饭店的老板，都我是浑身不搭界的了。往一趟住一趟外地要请我吃饭，侬晓得晓得？搞出来我工作不好做了呀。搿倒是。一直搞到下班，那么算太平了。哎，那么下班也不太平呀。哪能啦？没晓得回到屋里一看啊，又是交关人等好了。哎呀！我只好别转身，跑到我老朋友小潘屋里坐脱一歇。那么太平点了。又怕被人家认出来，搿哪能办呢？嗯。还是小潘出个主意啦。问伊拉杨老头子借了搿副鞋头拨我，让我再回转去。哎，那就好噻。哦，太平了。难道走了路浪向人家认不出侬？一路浪向倒是蛮太平。回到屋里看门口一些人还没走嘞。回来啦。之后都讲一，跟我实在叫没办法嘞，只好调转车头到搿搭来了。对的嘛，不好意思哦，应该常常来忙忙呢。哦哟。今朝。可是来避风头，啥个闲话？避风头也蛮吃力的，是呀是呀，啥闲话？我讲的侬夜饭还没吃过了嘞？那已经吃过了，吃过了，你吃过了？哦，我吧侬，我哟，不瞒侬讲啊，从来没像现在搿能样子大病过。哥，吃饭吃饭，吃饭吃饭，来来来，弄完，来，衣裳哥，摆好衣裳摆好，吃饭。老太婆，小菜再拿出来啊！哦，有事了的。来。明明啊，老叔过来吃饭，吃饭。妈，那么我自家来。哎呦，我不来了。哎呦，老叔，你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想帮他妈做事体啊？啊，来。哦，中考几人啊？哎，我在乎在乎嘛。高考了，确实我那只五金五没啊。哎，妈，阿拉刚刚哪能没五金的啦？五金啊，是大囡恩打电话来关照我妈的，讲一鸣呢，这两日忙得来团团转。叫我替伊调调胃口，晓得伐？哎，烧条五斤饭吃吃，搞了我自家准备好呀。伊一来么是好吃的，侬讲对勿啦？因为伊吃。我有先到呢，吃。妈，侬搿两只小菜摆辣海，我胃口大开了。我觉着蛮好，吃。吃。来，吃。哎呦，红的，发紫的。女欢喜，阿姐也关心侬。哎，下期是阿拉爷老头子啊，不是讲哦。侬不要挑包关照侬。一家头闷吃。小芳，那么侬一道来吃点了啊？我吃，吃。娘吃也不够吃的。好。三娘，三娘，过来。起码我是个。不认得的。啊？哎，老娘舅来了吧？老娘舅，是我呀。哎呦，老娘舅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侬好，侬好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打扰衲吃饭了。对不起。侬慢吃，侬慢吃。确实。老娘舅啊，侬认得我啊？我认得侬啊。搿么难道我不认得侬了？我那是侬邻居啊。哦，今朝来有点啥事体啊？啊，是迭能个。老娘舅啊，我丈人老头退休以后啦，开了只超市，后天呢要开张了。所以我想请侬帮帮忙，叫衲女婿啊，后天想帮来剪一剪彩。我女婿侬认得吧？不认得的。哦，还好。啥么子还好？你老头子个意思啊？啊。搿个前几天阿拉个女婿忙是忙得来，里头人人只看勿起。名人也没办法了。要是侬认得阿拉个女婿个闲话，侬要去寻伊噻。侬要寻伊嘛，那是就吃勿消了，对伐？侬勿认得伊嘛，侬勿去寻伊，倒是还好。不是啊，老舅妈、老娘舅啊，那我呢是从侧面打听到，迭个名人就是侬老娘舅个女婿。想请侬侧面上稍微等我疏通疏通，哎，剪一刀不好了呀！哎，像搿种剪彩开张，连领导都抓勿穿到，侬叫侬姐夫去做啥啦？哦，刘一鸣是侬个姐夫啊？嗯。嘿，搿侬就是刘一鸣个小姨子了。搿当然。哎呦呦呦呦，名医啊！我一边帮你看毛病，叫我名医做啥？刘一鸣个小姨子搿嘛是名医啦。再讲过来，搿市里向领导实在勿出来剪彩了。所以像那姐夫搿种人啦，所以名人就更加现在升值了。你可怕！哎，不是，老娘舅帮帮忙好吧？那我们也是受上人之托，没办法呀，对吧？侬就看了邻居面朗向，那依侬上人老头口气，命令那女婿后天来剪一刀么好了？算了，我看搿桩事体算了，这个皮当来洗个，好吧？算了。那迭能算了，我哪能回去得上人告状勿迟？
侬喉咙不适宜啊？搿高头有点干扰唻。搿么吐出来呀？搿么现在一时头我蛮难吐出来个呀。哎，我问侬，啊？搿伊是搿种科技人员，搭检测搭啥讲啦？哎，明姨啊，一般的科技人员我哪能会来寻伊呢？正因为伊来不是一般的科技人员，是属于名人，搿么我今朝来寻伊派用场唻。侬搿是沽名钓誉。老师傅，侬快吃吃过去好吧？老实讲，叫我这个啥钓鱼钓虾，我侪不懂的啦。那么我明确告诉侬啊，侬上宁超市开张剪彩的事体，哎，我是不会去的。好吧，定了。啊，伊是啥人啊？亲眷，是阿拉个外地表阿哥。表阿哥啊？哎。不要管，哎，如果侬吃饭好吧，一个制作东西，我又不是请侬了，我去。你把一张贴就算了吧。哎，师傅，老金把侬放走，我啥人？我啥人？我这边回去，我包工的。哎，表哥，侬买金不是帮广亮交不啦？不是，俺们啥人红包准备好了呀？那个红包啥人搞啥？哎，这红包蛮好的呀。这位，先咱们商量商量。哎，老人家，老人。啥稀奇了？上海滩名人不要太多哦。喂，哎，我老将军，奶奶，我女婿是吧？啊，刘明是吧？哦，阿明，你我不对，啊，没人晓得我了此地。哦，对啊，哎，没人晓得了此地。哦，不是。喂，那过脱了嘛？那。哎呀，侬真讲个，人家叫头上门路呀。搿么一看侬了，身体也勿安全了。是啊，搿家勿太平。看起来嘛，我只有到我爸爸妈妈搿搭去躲一躲了。阿明啊，侬自家要保重哦。晓得的。姐夫，阿姐得知外甥，阿拉会得照顾好我。一明啊。妈，侬搿是做啥了？又没到生离死别的地步了，啊？别，再来，又生离别，又人来了啊！啊，我来，啊，我来。哎呀，看看区长，不好，一个文人等人讲了台摄像机。侬跑开，我来去对付。哦，我来去对付，我来对付。同志，侬是记者啊？我认识来找刘一鸣同志的。哦，葛么侬认得刘一鸣吗？认得个人在后头啊。哦，伊不认得刘一鸣啊。哎，侬是？不要打扰他。这个是顶真实的镜头啊！不是我寻到侬啥人屋里，是侬辣辣此地我来了。搿么侬哪能晓得我辣辣此地？不是，我等那啥人阿伯打电话，伊讲一鸣电话，搿么我晓得侬辣此地了。我勿等侬讲过了嘛？侬再等我寻到搿搭来做啥呢？又是做啥交朋友？我个发明创造，等侬个餐饮业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侬为啥体硬劲要请我吃饭呢？交朋友嘛。再讲了，我饭已经吃过了，谢谢侬个好意。夜饭吃过，交朋友总还可以个吧？吃酒总还可以个吧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吃酒。不会吃酒啊？哎，啊，
我上年屋里酒也没个。酒也没个？哎，不要客气，坐坐坐。哎呀，交朋友就交个心，来，请请请请。酒没，哎，不要紧，我自家带来的。哎，这个叫四杯老酒。哎，那么侬杯子有没呢？酒我吃个杯子也没个。杯子也没个？啊，不要紧个，杯子。我也带来个。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，难得啊，到侬府上来白相相，阿拉还要叙叙，弄点酒吃吃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没话了没话了，啊，这个病怪侬啊，这个病怪我啊。阿三，阿三，哎，啊，侬在这里啊？哎，那我来处理啊。侬来想啥的啦？那我为刘工程师拍几组生活的镜头呀。啊，刘工程师啊？那是伊啊。你是刘工程师啊？搿当然了，伊侬看伊个头，就是智慧的象征。哎，侬看伊搿身打扮，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科技人员吧。你真正体现了这个啊，职业美、自然美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看侬人美了一塌糊涂了，这个是刘工程师。过来过来过来来，哎，来来来来。老朋友碰面开心，哎，笑笑对了镜头，讲句闲话。我讲点啥？耶，你讲要像我一样有所发明、有所创造，请到阿拉八名酒家来坐坐，哎，吃吃这个宝鸡牌葡萄酒。侬这是喊我做广告嘛？对呀，聪明聪明，就是这个意思呀，就是叫侬来做广告。哎，侬看见吧？广告费人民币30000块。弄好弄好，哎啊！我又不吃老酒，而没到那酒家去过，做点啥广告呢？这个又不得跟外头行的呀。现在不吃酒的人做酒的广告，不化妆的人做化妆品广告，哎，不开车子的人做轿车广告，不吃补品的人做补品广告，不得干啊！侬只要钞票拿进，管啥广告不广告？侬喊我搿能做，是侮辱我人格。你带我出去。耶，有朋友，侬啰嗦嘞，我走嘞侬。小姑娘卖相蛮好，大家客气眼嘛啊。好在侬不要闹在。哎，妈，侬听我讲呀。啥个妈？哎呀，你多包一家嘞。啥的？老头子，当我瘪三啊？哪能啦？做不啦？啊？跟侬讲。在市场经济，随便啥么子要钞票，哼，30000块，我啥地方做名人请不着啊？伊拉才会得为我擦不明大海，为我擦不明大脚。稍微轻一点好。阿三，走，你就不走，我不得干好事体对不啦？不走么子啦？不走。吃不消了，我真希望把我多点辰光搞个科研工作。这个就叫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哎，老头子啊，侬拿牛去当啥个么子吧？哎呦，伊拉拿阿拉浆糊当商品。可悲了，可悲了。好嘞，别说，来来来来，天明啊，不要去，不要光顾，不要光顾。做点啥？我做点啥？不晓得啦，哎。不要给他装，侬给他装有啥好处啦？好装哎。哎，没意思。哎呀。咦，什么事啊？是来来来来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我上一个再会。阿拉对不起侬。哎，什么事？侬啥事体侬讲呢？有啥事体啊？哎，侬讲呀，有啥事体侬讲，要紧呀？啊，那本来我想请那两位老的跟刘一鸣同志联系一下，想请伊到学堂里向来，带阿拉同学讲一讲，哪能从小立大志、吃大苦、为社会造福的。那么刚刚那屋里向搿能介。再讲阿拉学堂里向比较清贫，是我不想打扰侬了。再会。沈老师，请坐。阿拉是不是商量商量可以？哎，好好啊，刘一鸣同志，阿拉学堂里向呢，主要是。